不孝不顺不伦理，不孝不顺不伦理。干嘛？干嘛你？什么就在学？学个睡觉？我说不能下，我讨厌你，一天到晚喝酒。你的日子就停留在叔叔离开的那一天，你以为我们都不知道吗？你是不要再讲了，好。那你有遗憾吗？我不可以把你们通通都丢给你的爸爸，我没有办法了。你干什么？妈，已经这么多年了，请你给我一个机会，让我跟你忏悔。幸福迟到了，11月1日起，周一到周五晚间8点。